那你们现在有手套吗？有吗？哈。然后我们会去拿水来。你的手可以吗？我可能要用点灰布挤一下手套。没有，我要点灰布。这样绑。对对对，用绑的，因为看起来那个。哇，你有点开始。出的有点大。对对对对。你勾到什么？因为刚掉下来。我不知道是勾到旁边的链子还是什么，对。哦。对，就是伤口，我刚刚看一下不大，所以我才没有。101号101。在花莲这边搁浅的话，其实最主要就是渔业的冲突，或者是船只的这种撞击，那或者是这种就是吃到一些塑胶的或者海洋废弃物。但是今天这一只飞旋海豚，我们可能还要在后续的病理解剖之后，才能够得知它确切的死亡。